请你慎选约会对象，明白吗？你放心，我的新朋友很老实的。可是我忘掉你。其实我很喜欢你，很喜欢，很喜欢你。你就是觉得我是一个随便的女人，你就是这样看我的，对不对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？欢真，你人在哪里？周一到周五晚间八点，白花油苏醒凝露，必娶女人在中视。